B级公主加入队伍以后，回到城堡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说还可以再去拿一次她的叉叉叉？哎，她在这里呀！哎，哦哦哦，原来如此，婆婆，谢谢你答应我的任性要求，原来如此。啊，原来那是婆婆，那是老婆婆，完全看不出来，我以为是男的。老奇诺比奥，比如说管家之类的。没事的，公主，趁年轻的时候多多见见世面，肯定也会对未来有帮助的。而且看到你那样，也让婆婆我有种返老还童的感觉呢。公主，请您务必注意安全。你放心，毕竟要马里奥在我身边嘛。婆婆你也要保重。马里奥，还真的可以再拿一次。不要随便偷看别人的房间。 没有啊，他只是被骂而已，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。然后玫瑰镇的旅店要睡觉，要就不跟你收钱了哦，太好了。 林克，怎么有林克在旁边？这就是彩蛋吗？<笑>太好笑了吧！三角神力的林克，赞<笑>呢。然后在武奇塔不是有打开一个什么开关，荆棘谷发出巨大震动声吗？那是什么？ 哦，原来这边有一个入口，还好我还记得。你会跳起来吗？哦，你是刚刚有名的马里奥，我只要打赢你就能正式成为乌卡斯号了，应该吧？哦，来了，什么自不量力的见习生 ，intern， <笑>哎呀，哦。 哇，可怜的见习生，被暴打，<笑>嗯，我要从头开始修行。哇哦，哦，三个宝箱哎，青蛙金币，呱呱饮料，那时候 ，OK， 赞呢，好，那直接出去就好了。 有下注30金币，这里是50金币，拿去 ，nice，哦耶！ 这样子我赚了198枚金币，接近200枚 ，nice 哦。不过这样赚还是有点太慢了，也许之后会更好，有更好赚的管道吧。 爷爷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关于星星碎片的传闻？哦，马罗是你啊！我现在正好得到了关于流星的最新资讯呢。听说有颗巨大的星星在星星降落之秋陨落了，希望那就是星星碎片。原来如此，感觉星星碎片那个的确是很有可能啊。感觉星星碎片的确是很有可能掉到那个地方。OK， 想到看到一半，想到这一句怎么怪怪的？好。 那就马上到星星降落之秋看看吧。就为了这两句话跑一趟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我是一个大陨石哎！这不止星星吧？这是整个陨石哎，好酷哦！啊，直接穿过了。那边要钥匙啊？前方是美丽玛丽村。 像花朵说话就能开启星星之门，花朵。前方是星星降落之秋，哦，所以这个花朵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这里是星星降落之丘，人们的愿望会在星星之路化作星星，然后变成流星陨落到这里。但是，因为星星之路遭到锻造王摧毁，所以似乎连尚未实现的愿望也一起掉下来了。根据从青蛙仙人那里听来的消息，据说星星碎片就掉在这座山丘的某个地方。走吧，马里奥，去找出第四块星星碎片。好想吃蟋蟀羊羹。这边都要开吗？哇！突然冲过来一个家伙，哇！被哇，好痛！什么？哪有这样的？可恶 ！Miss！ 啊！哇，痛！太强了！马洛可是魔法防御力超强的，竟然也防不了。把一只解决掉，不然有点可怕。这游戏战斗完成以后，角色会不会复活，我都不知道。也许刚刚应该试试看。哇哇，直接自爆死哦，会复活成一滴血。我的疑问马上就被解答了，但是也浪费了我一罐复活饮料。金币乘以二，啊，挑战就挑战啊！哇塞 ！OK， 哇塞 ！Nice， 哦， oh， 升级了。九级啊，加三，加二。加一，我猜他是不是三种数值？不是，应该说两种而已，攻击跟血量，是不是你选哪一个越多，另外一个就会加越多，所以最后还是会变成平和的意思。好，吉诺也升级，加五，加一，加三，那还是 HP 吧。哦，那什么，这个好可爱！哎呦，原来是敌人，母库母库啊！马罗没血，打地鼠，打地鼠 ，nice。痛痛都飞走，这是公主的吗？我们是自我，那这只呢？哦，好多！哎呦喂，一开始也太快了吧！可恶哎！哎，超快的！还是只有电击可以用？我啦，无效。你也是地面系是不是？啊，每一个，哦，好险！每一个摊名都超难抓的。哦 ，HP Max Lucky， 这没办法防了。我吃每一个都超快的，然后又跑了，可恶！不是超快就超慢。OK。哦，升级，这边的经验值还算多呢。不过刚刚好多敌人。你还是没有新招啊，要到十啊 ！GP，
这招太强了吧！不是啊，这他的那个惊叹号的那个时间点也太奇怪了。这样就全开了吗？哎，这个怎么特别？希望马罗可以平安的回来。这是我爸爸还有妈妈的愿望，你怎么知道？爸爸妈妈，怎么是这个音乐？我不会哭的，毕竟爸爸跟妈妈都在等我回家。马六，我们走吧，你再继续磨蹭他，我就要丢下你了。喂，你给我好好跟着哈。我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宝物统统拿到手。OK， 这样应该全部了。等一下，我是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回到上一个区域啦！哎、欸，不是哦，没有啊，我还以为是回到上一个区域，拿到星星碎片了。哎、欸，没有魔王站。是没有魔王战，好奇怪，还以为至少要打一个王之类的。星星碎片果然是掉到这里来了，接下来该去哪里呢？我记得前面有一座叫涟漪镇的城镇哦。似乎是个充满活力的临海小镇，也许可以到那里找一些线索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星星碎片还剩下三个，虽然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但这趟旅程依然尚未结束。可是第四个星星碎片也太快了吧。我想要傍上大哥的嘛，是说那个愿望也有可能是青蛙仙人关心马罗而许的愿啊。为什么马罗那么肯定就是他爸爸妈妈的？哎、欸、呀，这边真的是前面那个区域啊？不是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要怎么回去？直接传出去？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涟漪镇。哦，他们是怎样？是僵尸吗？还是他们的颜色本来就是这样？等一下，我想要先去一下道具屋。你们真的是僵尸化了？我是要当客人的。你是要买东西吧？我知道哦。哎、欸，还是可以买、欸。哎、欸，只卖道具而已啊。库姆库饼干，哦呵，姆库库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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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库库，什么东西？好贵啊！他们还是有普通的意识啊。这边应该是装备店。大海的底下有艘沉没的海盗船，有海盗在那居住。住在那里的是海盗强纳森 Jones， 强纳森 Jones， 强 JJ， 他很可怕。流星掉到了大海的底下，大概落入海盗手里。看来下一个是海盗船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跑过去？是在窃窃私语什么？大概落入海盗强纳森 Jones 的手里，他很强大。哦，那我要买东西可以吗？不行，讨厌呐，还要等你这样来回哦。所以没有装备可以买吗？就算让你进到里面也没什么好玩的，没必要好奇。
大家都怪怪的。镇长，长老，来了，总算是来了。我就是长老，是镇上地位最崇高的人，很伟大哦，你懂吗？然而，如果想要提升地位，就必须想尽办法讨好位高权重的人才行。就是这样，流星已经掉到海里，你赶快去拿回来吧。啊？哎呀，你是马里奥吧？我是青蛙仙人的徒弟，去年才刚从呱呱湖毕业而已。那马罗应该知道你才对吧？我会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。哎，我在我找到自己未来方向之前，我会暂时借住在这位长老的家里。总觉得镇上相当安静，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？话说回来，你身上有青蛙金币吗？想不想买点稀有的东西？哦，原来青蛙金币是跟他买东西用。离别总是来得突然，完，逃跑一定能成功。这个是消耗品哎，啊，使用之后不会被消耗哦，使用后就能让该场战斗重新开始。这个好像还蛮有用的，用，我买这个。想超越你，好贵，获得 EXP 倍增啊！哦，金币倍增。消耗 FP 减半，好强！原来如此，青蛙金币是这么重要的东西。好吧，现在也买不起。你这边也有道具店啊？这边有装备可以买吗？想要潜入海中的话，就跳进漩涡里。OK， 你在干嘛？长老他人就在长老家里，他是镇上地位崇高的人，最崇高的人。咦？哎，某狼啊，在上面。你们在收集星星对不对？还剩三个吧。的确是蛮诡异的，他们到底是怎样？哇嘛，一直不停旋转，看起来真是有趣。没有得买装备啊，我的 B 机没装备啊，只有脏脏裤子而已，臭臭的。这里没东西吗？没有。免费住宿，既然免费的就住吧。虽然蛮诡异的，但是，竟然站在那边看我们睡觉，好可怕！太可怕了你！大海。什么？原来是个洞窟啊！虽然地图上的确是有画一个洞窟，但我以为还有沙滩的部分，原来没有啊！你也太 FF 了吧！哦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人类来这里了。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什么吗？哦，他会卖，他会卖装备。What？ 举起马里奥投资出去攻击敌人。What？超级锤子竟然比我现在的弱，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旺旺一下就没用了，也太快了吧！防御力加蛮多，可是攻击力就减少好多。这个可以买，这个可以买，水手风洋装 OK。那感觉还是防御拉上来好了。既然你都跟我买东西了，我就告诉你吧。沉入海底的船是以前遭到鱿鱼怪物袭击才沉没的哦。之前曾经有些人到了船内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回来。哦，幽灵船，也不算幽灵船。什么？这里过不去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敌人呢、啊！混混海星，想要三人招式，但是在这里用好浪费啊！先攻击啊！吼吼。
每个都是在那边拖时间。那编队这样子，你们也太多了吧？哦，无敌星星啊！哇，升级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 ！Nice， 没啦，还不够！我把升级了 ，Nice。加三，加一啊，这 HP。哎 ，B 级升级。哦，这加了九哎、欸。哦，这边还可以继续过来冲经验，刚刚不知道，先往这里。哦，这里是回来的路啊！哇，这样子好像有点浪费，不过没办法。跳进漩涡是吧？可是上面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我上不去？可恶！好吧，就只好下去了。哇！哦，水中走路，这次不用铁靴了。来哦！救急蘑菇。啊？这边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有油油哎、欸！如果不进漩涡的话，哦，还是要进。不进的话可以到哪去？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吗？看起来好像没用。好，那就进吧。这什么？这可以拿吗？哦，原来那个贝壳是让你上来的。好，三只游游啊，好吧，三人招式来试试看。无敌龟壳尖刺。竟然是沙漠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看起来好强，竟然敢把无敌星星丢给库巴，这一群人也实在是太有胆。那边有什么东西吗？那边这么一大片，但是没有什么东西。上船啦，幽灵船，不是沉默船。哦，原来过不去啊，只能进去了。沉默船的海盗们，航海日志，已经没救了。有只巨大的鱿鱼怪物来袭，这艘船大概再过几分钟就会沉没了吧？这个日志，你还那还有这样子，还有心情写日志，真佩服他们。哦，这用圣水不是可以把他们轻松解决掉？圣水是全体的吗？试试看。墓碑怪算幽灵吗？零喝墓碑怪，又获得一个 nice， 还好马里奥不会受伤。哇，好痛！哎、欸，他丢马里奥人偶啊！竟然没死啊！经验值蛮多的，
为了避免仓库不慎被打开，我们设了一组六个字的暗号锁，并分别为暗号准备了六个提示。啊，这么麻烦啊！里面是有很好的东西。先回复一下，通通都飞走，我不用啊，通通都飞走。哦，回的很多哎。OK。哦 ，nice。升级啦，终于十了，超级火焰球，又是火焰球，那果然还是要加魔攻啊，魔攻只加一加四加一，为什么 HP 加特别多啊？马罗终于有新招式了吗？哎，没有哦，有轰天雷哦，还是雷系啊，加六加一是怎样？是一开始我选太多魔法了，还是怎样？吉诺没有新招啊！但是这边也都没有隐藏砖块了，隐藏那个宝箱了。我带那个通知戒指好像没什么。哎，这骨碎碎龟了，在里面骨个半天。他会复活吗？哇，166哎，他们怕魔法攻击。哦，48没有啊，他们是怎样？是不用魔法攻击会倒下？哦，血很多呢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喽。啊！自我回复一下，恐怖冲击，所以真的是这样吗？物理攻击虽然很强，但是他们就不会倒下这样子吗？哦，他们还是会起来呢。必须解开我们六个人的提示才有办法知道暗号，不过那是我们六个人各自想出来的，所以说不定只有我们才打得开。原来如此。Nice。这老鼠也是新的啊，新怪。哎，好慢。高等猪鼻蝙蝠，那是跑了，是这样子。哎呦，这样子，那是哦，原来是清浅。OK。他是守着那道门吗？哦，每道门都守着，不知道把他们打掉了。好险，强敌耶！干脆用圣水，圣水。nice， 直接把强敌打倒 ，nice。哎，又拿到一个圣水，赞哦！啊，那怎么飘在空中啊？哎，这是要怎么弄？所以要引诱他吗？真的是要引诱他哎。OK。啊啊啊！成功了！睡于水下。这个字号还可以 check 吗？要不然要记着吗？所以每一间其实都要打。每一个都打这么痛。哦，复活饮料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玩的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奈斯，与眼睛有关的字只有一个。没强敌了吧？他们三个人是什么？流星射击，试试看。吼吼。哦，但是马里奥有做什么事吗？感觉马里奥没有做到什么事啊。好多好多血，那是哎啊痛。哇，立体迷宫，重点是我是要用猜的啊。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对，啊，有了有了，大概知道，大概知道怎么弄了，还好，马上要回来了。哎，哦哦，OK OK OK， 哎，哦，这样子 ，OK OK， 大部分都是用猜的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靠感觉。大海就在前方。哎，这里不能下去，所以要继续前往前走。哎，那个盒子也有意义吗？这个箱子，一二三，所以是阅读的顺序是不是？下面是四，哦，那都就照顺序而已。哎，什么？竟然卡住了。OK。火焰球，火焰球也是五啊。不过还是比恐怖冲击消耗少一点。OK， 哦，原来那两格是凸出来的，难怪强敌耶，强敌碎碎龟耶。奈斯，哎，那不是刚刚那个商人吗？那个欢迎光临。哦。哎，这不是跟刚刚卖的是一样？刚刚卖的一样。我给你一些提示吧。暗号似乎是跟水生动物有关的词哦。就算没有把六个机关全部都解开，也可以靠推理找出暗号的。加油吧！但还是解开一下吧。
哦 ，level up， nice。这边的经验值真的好肥哦，加一了，这终于 HP 加一了，所以它是物理，物理也加一，我魔法倒是加比较多，库巴会用到魔法啊，所以还是要加一点魔法、啊，好吧，加就加，它加比较多。好孩子快入睡，让一名敌人沉睡，甚至能让所有敌人都沉睡。HP 加超多的，会移动的金币。哦，他是跳起来。说这金币看起来好，啊嘞。哎，我是不是把它太早吃掉？它不见了。这可以一直吃哎、欸，是真的还假的？这有在加吗？七五九，没有，没在加，还以为嘞。哎呦，成功了吗？那是唯有先关方能见光，海什么隧海岸隧道观光，我听起来是有点不太对。回顾一下。就是这个 啊大炮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啊，一次就不行了，为什么不给人家 reset？ OK， 我不大道只有在最后才会敞开。OK， 经验值超肥的。啊？先记录。海日是啊，道哦哦哦，是光光光，海底隧道观光吗？暗号之后就对这里说出来吧，说出来。哎哎哎，为什么对不到？海底观光隧道，答对了，就放你通过。只不过你得先打倒我才行。什么？竟然是锁链邦尼？啊？那我是不是要确认一下我的队伍？应该可以吧，反正也可以换人。哇，这上限加三。先吃个花朵，先吃个先吃个糖浆。OK。啊，不应该吃糖浆，应该是吃组合才对，因为等一下就不能吃组合了。算了，不差，没差了，都已经吃了。鱿鱼脚。
OK， 恐怖冲击。怎么只打到一只？其他两个 miss。打超痛的哦，那是哇！OK， 又来三个。你也会害怕。Nice， 好，本尊。哇，真的好恶心啊！流星射击，没有什么贡献的马力哦。他是抓住他，把他丢出去而已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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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威力好像不怎么样。Nice， 感觉直接丢会比较轻，207。跳跃，181而已嘞。成功了 ，nice， 简单呐、啊，哦，经验值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就这样过来了，看一下状态，哎、欸，状态都好好的。上不去，所以这是回来的路。都没有隐藏宝箱，我装这个戒指到底有没有用？有没有意义？嘿嘿，哦。吓我一跳！Once again， 一滴，好痛啊！
OK， 三十连锁以上是打超痛的。金币乘以二啊，乘以二，乘以二。哦，升级。加三，加三，加一。啊，魔法，魔法。加四，加二，那加四啊。哦，吉诺利刃。Nice 哦！即将命中时按 A 能将敌人一击必杀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哦，加五，加一，加五，怎么都是加 HP 比较多？哇，这里面有怪啊！哦，这是镜子吗？存在着隐藏宝箱，终于有了、啊。哎，这个马里奥，他不会跟我一起跳过来？原来是你，就这样而已。再来一次，吉诺利刃。又没按到。感觉这样拿不到了，可恶欸，必须要等那个马里奥复活，看来先前进了。又可以存档哎、欸，哦，全回复吗？哎、欸，真是真 nice 哦。啊，这为什么有个大炮对着他？先存。哇，哈哈，竟然是宝箱怪。哇，这么的痛哎、欸！每一个都打得不痛，可恶啊！回复之语。啊！超小力宝宝，特殊技，恐怖冲击。哦，打不死呢。这个是单体的还是全体？啊，单体的，那还是跳跃好了。轰天雷，这是一名啊，这也是单体的、啊，那电击麻痹了。不像，又出来。那知道
先把他打死了。哎呦！我耶！然后再用电击麻痹。OK 哦，100金币，安心徽章。安心徽章干嘛呢？预防沉默稻草人恐怖蘑菇睡眠或中毒，好强，最强的徽章了吧，所有异常状态都防御。先进这里看看，这沉船还蛮大的。诶，哦，从这里下去。没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泡泡鱼有打过吗？好像没打过。哦，哇，他们好快哦。强敌跳跳鱼，好，风电击麻痹 ，nice， OK。对，我还没沉下去，又来一批呀、啊！哦，酷巴要升级了，好快！毒气弥漫，终于有新的招式了，而且厉害的招式。好，只有这个是加二，其他都加一。那边有门，可是先走这里。哦，青蛙金币好多。哇哦，赚！哎，这边就这样。哇，我想要无敌星星啊！哇，又升级。小队，那后面是有什么东西啊？那是门吗？好像是门诶、欸。所以这是从这里。哪只？安全戒指，预防一击即死。哦，那这给公主比较好。来打游游小队了，哇！呀呼 ！OK， 呀呼 ！Nice！ 哎，他们小队还在。走这里是对的吗？啊！啊！你是什么人？原来他们鲨鱼那个海盗是长这样。什么？来打星星打？真是遗憾，那东西已经掉进这片海域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是属于这片海域最强的男人，强纳森老大的东西了。
再告诉你一件更遗憾的事吧，就是你就想通过这里。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竟然直接戳！啊呜！可恶啊！三人招式！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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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呼呼呼 ，nice！ 等一下，你们要阻挡我。Oh yeah！ 哎，还没坏，这家伙很强哎！快去通知上层的同伴。哦，全回复。啊啊！没看到啊？逃走了吗？在那里。哇！接招吧！原来是一群笨蛋啊！居然躲开了，真是卑鄙！啊，你跑来这了！不要想轻易通过这里，要是无论如何都得过的话，就尽管靠实力硬闯吧。才两只啊，五只啊！哎呦喂啊！OK， 这是单体还是全体啊？哦，全体耶！哦，毒云呢？哦吼，蛮强。但是。跑掉了！哇，又快要升级了，这里这沉船也太肥了吧！你好强，那只好好吧，就放你去找强大森老大。哈，竟然开门，竟然帮我开门！没有什么隐藏砖块啊，我现在是没有什么没有通知戒指的。哇！哦，你就是马里奥吗？看来你似乎大显身手了一番呢。这个星星啊，已经掉进我的海域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属于我的东西。我可没有打算要让给你，如果你想要，就靠实力来抢吧。哇，他看起来好强啊！毒气弥漫，超级火焰球，啊，没有成功啊！哦 ，nice， 光剑，哇塞！啊！什么东西？这时候就是要喝，被腐蚀之躯。哦，毒对他还减蛮多的。鲨鱼皮肤强化哦，他回复了，超级跳跃，哈哈，挺有一套的嘛。这样好了，马里奥，你要不要来跟我单挑啊？既然是要了，嘿嘿，我喜欢，这样才算是个男子汉。
各位弟兄，你们也赶快来声援我啊！哎，怎么没成功？可恶！这好难，这好难挡。再来一次。为什么只减58？哦，减2。哦，痛。哇，这好难挡啊！超级蘑菇吗？蘑菇，蘑菇。哦 ，miss， 老师，跳跃。我觉得跳跃比超级跳跃好像好一 ，CP 值好一点。ow。哎，可恶哎！成功了吗？哦耶！靠道具打死！哦，又好肥哦，经验值。耶！加3，加1，加2。加4，加1。加5，加3加1加5，真有你的。好，这个星星是你的了，这是我们男子汉之间决斗过的证明，收下吧。成功了，这家伙还挺有义气的，不是义气，说话算话。成团还蛮好玩的，而且经验值好肥。哼，你的拳头还挺有力的，我可以感受到你无论如何都要把东西拿到手的决心，这代表你真的很需要那个吧。好了，你走吧。哎，强大真老大是海上男儿，是个懂得以拳交心的好老大。糟糕，要使用那个房间里面的跳跳虫就出得去了，随便你用吧。哦，我没有漏掉什么，刚刚有漏掉那个啦，那个隐藏宝箱，不过之后再来拿应该也都可以。这边也没有什么隐藏的吗？没有。好，出去。这样子连椅阵子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嘿嘿嘿嘿，辛苦你了，看来你已经找到星星了。不过也就此到此为止了，你已经完全被我骗得团团转。其实我是锻造王军团的一员，长枪维西吓到了吧？但你会受骗也是在所难免的，毕竟我把乐观开朗的居民演绎得太完美啦。在收集星星的事情让锻造王大人感到很忧心，只要我把那个东西带回去就能立下大功，这就是讨好上司的诀窍。
想反抗也没有的，快把星星交出来。大哥口头话的。这样啊，那真正的灵蚁镇居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？什么？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住手啊！啊！要是让一个无辜的老人继续被搔痒的话，这岂不是太可怜了吗？我拒绝。不会吧，一次两个人，拜托别碰那里。哎，啊呼呼呼！我拒绝。四个人。这是可怕的技术啊！看来是不行啊，一定要给他、啊。点点点点，好像真的不行哎、欸，他就是这样子一直轮回了吗？再拒绝。长老已经死了吧？不行啊，就这样子。为什么不能打倒他、啊？没办法了。嘿嘿嘿嘿，不必弄脏自己的手就能拿到想要的东西。我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像我这样的人出人头地也是应该的。好，回城堡去吧，负责经营的人也差不多快来了才对。那你那怎么办？门上锁。好慢啊，斧头之力到底是在磨蹭什么？都约好了要居然给我迟到，要是不赶快逃走的话。啊，马里奥都追上来了，没办法了，虽然可能有点生锈，不过还是跳海吧。站住，那个星星可不是要给你的。男人就该活得像个男子汉，不要把决战时的炽热灵魂给忘了。燃烧吧，激烈的散发火花吧，有些事情只有以权相会才能懂。哎，老大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马里奥吧。嘿嘿嘿嘿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真面目吧！合体，合体，合体的！哇，长这样啊！哇，还夕阳下决斗啊！这也是拿长枪的！哇，超痛！笑，可恶！他该不会怕雷吧？通天雷！哦，弱点 ，nice！哎，我选错人。也许这样也好，先吃个。轰天雷。那好难。没有了，先攻击。要皇家糖浆吗？好浪费哦。
黄天雷，有按到吗？好像没有。幻影攻击，没有办法分辨吗？什么有什么不一样之类的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是一样的。三人招式，可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本尊有没有用啊？还是先，哦，308。哦哦，回来了。好，三人招式。才162。又是水蒸气爆炸！哇，吉诺怎么伤害这么，受到伤害这么高？有，这次有，这次有踩到了啊！哇！那是哦，亏好多哦！天哪！嘿，道具。幻影攻击，21。我痛。所以那是幻影，他死了。所以他幻影其实是分身的意思，还是怎样？还是刚好都打到本尊，这么刚好，耶、yeah ，成功了。锻造王等人也察觉到了星星的秘密了。马里奥等人的未来还会面对哪些棘手的锻造王部下呢？Yahoo！ 仓库钥匙哦，是玛丽哦。我想以你的身手对付那种家伙，肯定是轻而易举吧。话说回来，我听说我的跟班好像有看到有巨大的斧头在天上飞，看来那些恶人依然还是继续打着歪主意。对付那些家伙就不必客气，狠狠教训他们吧。因为我无法在陆地上维持呼吸，所以不能和你并肩作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要是有来海里，欢迎再来找我玩。Jonathan Jones， 他人还真好，连椅正恢复原状了吗？这是仓库钥匙开的地方。明呢？真是打搅了，我已经无法忍受这个既狭小又肮脏的地方了。而且大家上厕所都要在这里上。耶、yeah ，和平才是最棒的 peace。哎呀，我真是太倒霉了！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欢迎到我的店里看看哦。他们是斗狸吗？这次真是承蒙你的关照了，谢谢你，请务必到我开的旅馆光顾，我先告辞了。哎呀，马里奥啊，我要诚挚的感谢你拯救了连椅镇，我会被瘙痒也是无可奈何的，毕竟我是长老。马里奥，你是那种不怕被瘙痒的人吗？对了，这是要给你的谢礼。他知道是我的，是因为我的关系吗？不会吧！一金币，是因为被瘙痒太多次了，所以只有一金币吗？谢
幸好镇上的人们都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啊！一直把人绑架就算了，居然还关在这种地方。换作是库巴军团，可不会 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。是吗？嗯。哦，但我记得最近好像也有某个人绑架了我耶。啊，总之大家都平安无事就好，这件事情可以顺利落幕了。哇哈哈哈。先不说了，赶快离开这个散发着霉味的房间。既然事情解决，就去镇上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打听到关于下一块星星碎片的线索呢。先把通知换回来。结果这个安心徽章在上几场战斗都没有帮到我，然后这里也没有东西。我独角仙收购中心，雄虫50斤，雌虫1金币，黄金独角仙1000金币，所以是可以抓独角仙了。他们好矮，武器店。哦，所有的武器之前出现过的都可以在这里拿。哇，我钱好多、哦，嘿嘿。国国之杖。超级双重拳击。阳伞。啊，没有比较强的装备。好，那下一集再继续打听下一个星星的地方吧。这一集的马里奥，超级马里奥 RPG 就先玩到这里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